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，起床刷牙，洗刷完毕，准备出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去吃早餐，刚刚吃完早餐，现在已经买完菜。炒了一个白菜，炒豆腐，炒了一个土豆。第一次去玩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玩。是啊，我们去感受一下。我们现在吃饭了。深圳地铁9号线，我已经出地铁了，马上就去那个深圳湾公园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去那里游玩的人很多。这全部都是去深圳湾公园的人非常多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到了深圳湾公园这里了，这里一出地铁就是大海。深圳湾公园好多人呢，今天是周末，人特别的多。我们待会儿在前面边走边带大家看一下。我现在已经到了深圳湾公园，我后面的就是深圳湾的这个大海，这里都看得见大海。现在是周末，人非常的多啊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，很多人都在这玩，很多人在这旁边玩水啊。这是深圳比较有名的网红地铁口，一出地铁就是大海。我身后站的这全部都是过来游玩的旅客。我现在身后就是深圳湾公园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啊。这后面的就是深圳的商务的福田区啊，非常的好，对面看得见深圳的高新产业 CBD啊，就在这儿。说他肚子饿了，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卖东西吃的。哎，好像前面有个便利店呢，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。好了，你看你想吃哪一种饼干呢？手工面包，这么大一点点，大家猜多少钱？8.5块。然后买了一包这么小的薯片，啊，要6块。所以说这地方买东西比较贵。然后这边还没有什么便利店，这一条边我刚刚走了大概1到2公里。没有看到一个便利店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丽，爸爸今天给我买了好吃的。这里还有拍婚纱照的小姐姐。I'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.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't see.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红树林，大家听一下这里的鸟语花香，很多小鸟在叫。现在我手指的对面的这个是深圳湾村省啊，也就是南山区的一个CBD 商圈啊，这里都是高新产业园，都是白领在这里工作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玩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回去了。反正来这里玩，我整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的话，就有一点点遗憾的是，公共厕所太少了，找了一个多小时我都没有找到这附近哪里有公共厕所，所以说我找半天没找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在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今天玩的也挺开心的，拜拜。